今天送我妈去我老姨家捉茧，去给我老姨帮帮忙。你老姨家今年茧也下，就雇了一个人。嗯，我寻我去看我棒子，棒子两天。嗯，行，走。今天咱家也没有活。嗯，你也去啊？开始有雾凇了。下了岭就到我老姨家了，我老姨家的鹅卖了一些，就还剩这几只。这把里已经烀好了，放着晒干，然后烧酒用。冷吗？今天阴天啊。一包那个蘑菇啊，这边的山上更多。嗯，这你都有打听好了。这些就是昨天从山上折回来的茧儿，折回来之后还得把这叶给扒掉。这个里边就是那个黑色的大蚕蛹。哎呦，这大的小的还差的挺多，不一样沉的。看我老姨自己在家做的豆腐，老姨你这豆腐做的品相不咋地呀？没事，自个家带，不卖。这还留了两盆水豆腐，一桶豆腐渣。你老姨不乐意喝水豆腐，爱喝水豆腐哈。嘎一嘎放放水，控控水。上山摘茧。嗯，走啊。嗯，好。回来，好，你弟，我往这放水，咱们上山摘完茧回来做饭。嗯，走。开始上山，茧就养在了板栗树上。这还不太厚，往上走一走。拿个棍子好勾茧。哦，万宁大叔啊，在这儿还捡了好几个板栗。老姨，你家这板栗也落下不少啊。嗯，这边怎么也捡不干净。捡不干净哈。哎，怎么哪年也落不少。现在还能吃了？能吃。没动。还没动，有点草的了。嗯。在这个树上发现了好几个。几个呀？我还真看不出来这边。不会看，你过来看这个。嗯，树叶包着的就是。嗯，这个树还正好拍照。啊，这也好折。这年瞎了。嗯，那年瞎了。去年卖了6万。嗯，去年卖6万块钱，哥，去年能卖40万，今年比去年价低，今年贵。嗯。今年能卖2万。哎呀妈呀，今年不巧，早的。今年都给工人了，这么折工钱费呀。这个，他这用树叶子包起来是保暖用的。嗯，不是啊，他就藏起来。固定。啊，藏起来。这半袋就是今天折的，大爷也来给帮忙了，我老姨夫的大哥。这个是秋天的时候钉上的蚕纸，等它孵化好了之后，慢慢就爬到树上吃树叶。吃个40-50天就开始做茧，做完茧就可以摘了。一般没有经验的人都发现不了茧，因为它隐藏得很好，都被树叶给包着。这个树已经折过一遍了，我妈又发现了好几个。这个是这还有一个新树，三个。我在家，我跟你说，咱家管的，你老爷家管放财知道。它这个茧哈，叫风一刮哈，它发沉，它那个发沉，发沉，嗯，就是证明里边是茧，嗯，发掉不是。会看，从结婚了咱家就没放，那年咱家放，前年咱家放的，还赔了2000来块钱茧种，才折了30来斤，嗯，折30斤茧，赔了，被鸟吃了，嗯，给它折下来，哎，一个茧1块钱啊，嗯，不能落下。我老姨和小姨爸还上树折了。老姨，老姨你可慢点啊！这是小时候跟你妈俩经常上。这不看着掉地下都找不着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这他们拉的，这眼神看这也看不了。到这儿了。
这个灯放在这儿是抓破了蛾子的，这个带电，抓蝴蝶的，抓蝴蝶的。那蝴蝶烧纸了，到时候除那小虫就咬板栗，这边给它弄死它，它就不咬板栗，不咬了。板栗好留卖钱。这该拿下去了。住两天的，你老一不等两天有功夫给折下去。这个是候鸟器，吓候鸟用的，现在也不吓唬了，拿回家去。都晚了。这是太阳能的，你这倒管得嘎嘎劲，今天它不劲。今天阴天可能。后面那些条鱼都是候鸟的。都是候鸟用的。弄鸟的。就是吓唬乌鸦。咱俩回家做饭。和我老姨回去做饭，他们还在山上弄。边走边叫。这挺吓人的声儿。今天中午吃蚕蛹炖小白菜，挺肥呀，你雇佣的。这怎么还冒了？这个咋大？这锅炖的豆腐汤，汤的菜贴四面头，白面或苞米面。老姨，你这大小贴的也不均匀呢。那是折架子。主打一个随意，随便。折完回来了。今天上午就弄了两个半袋，一会儿再给折出来。不容易。主要是一个个的看飞机。对。我把火烧大了，四面头糊了。没事，这个没糊，来扶上。扶上的不要紧。这几个没糊，下边那几个糊了。准备吃饭，蚕蛹肉炖小白菜，这是我老姨做的豆腐，还有小炖肉。开饭。我妈在这儿住几天。家里那盘菜就叫你爸给扣回来啊。好。